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六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带小六到现场去验个血，然后检查一下，看看他有什么过敏的。然后呢，还没吃早餐，我们先去吃个早餐。前面有一个小粉摊啊，味道不错。我们平常经常吃，但是说很少带肉炒过来吃，今天就带他过来尝一尝。走吧，走喽。你还不能吃早餐哦，等下要验血吧啊。我也给他。哎，牛腩肉丸粉啊。你要吃早餐呢、啊？你现在还不能吃，等一下还要验血的。等一下先，等一下先。对，我们去验了血，然后等一下再吃。来了来了，我们的牛腩肉丸粉呢、啊？你先吃。你先吃，你吃的慢。我先吃啊。对呀、啊。好。尝一下，我们平常也经常来吃，也少带一点。我刚刚放这个牛肉干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要不要辣椒？两种辣椒都有，你看一下呢。青的。啊，一大呀。你还不能吃，那是人家的，是人家的啊，没弄人家的，好吧？这肉丸很 Q。还给你家人在，肉丸。不要了，我有啊，多吃点啊。嗯，好。嗦粉真的很过瘾啊，牛腩肉丸，汤都不放过。那只能看着我们吃，好可怜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，看了啊，你不能吃，等一下酿完水再给你吃，好不好？等一下牛奶是吧？对啊，等一下牛奶。人家会骂了，你们两个怎么吃的这样？很快的，我们去检查完就回家。要带你检查完才回家，好不好？检查完才回家，好不好？汤都不想放过，我去买单了啊。回家了吗？
你坐上来吧。好了，好，就哪里？来，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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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咱们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捧场。我们马上要带大家过去江苏，江苏了。拜拜，拜拜，小泽力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